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 BC Game Channel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 BC Game Channel， 我是 BC Game。今集呢就继续再跟大家玩回这个足球小将梦幻队伍了，有个中文名。今次呢就比较迟出片，就因为呢即我上集都讲过了，因为电话 update 了之后呢，个 program 不 support， 一路都在找其他的 program， 或者直接用电脑做录影啊，即玩个 game 啊，set up 了都好多日啦，今日终于完完全全 set up 好咗，第一次试用啊全电脑方式去录制啦吓，希望有个好嘅效果啦。好，今集咧就大致上咧都唔多讲其他嗰啲选手卡嘅，因为都已经出咗成四五日噶啦，已经即系上礼拜五，我今日依家都19号啦，都出了成四五日了，我相信很多选手的资料的东西都大家都很清楚的了，而且 event 那些大家 都打了五日了，所以都我觉得都无谓再介绍给大家了。今集横掂都是一个新的，就是对于我来讲录制方式是新的开始，就只是做个抽奖，就是抽卡不是抽奖，只是做个抽卡又是了。另外就即系再试一试打一场，睇下顺唔顺啦，系啦，即系都系尝试下啲画面啦。因为之前都其实用电话录咧，都个 program 都麻麻地，都有啲窒嘅。咁所以咧，依家试下直接睇下会唔会好啲啦。好，打梁仔一关啦，都要冲一冲个 event 嘅，虽然我都唔系话搞得好掂啊，即系都好后下啦，系啦，即系都好多咗好多人玩啊，依家发觉呢个 game 真系，我都唔系话完全全弃，即系我系有睇我就清噶啦，咁所以我都哇都排30000几，我都如果真系想追高少少，或者攞多少少波都要落力啲啊，真系。你睇我依家都唔系话冇，即系敷体力咁样样去开呢个节目噶，我都用过，又储翻少少又有啦，依家又有一打啦。咁啊，唔知大家追成点啦？咁啊，依期嗰、那个。葵新五都幾勁啊！咪講笑，真係我不過我又冇心機追呢啲貨光嘅 event， 因為即係小弟我平時比較忙啦，即係都插唔切咁多嘢，真係即係又分身玩兩三個遊戲咁啊，所以都有啲對唔住嘅，其實都係啦。好咁啊，睇嚟個畫面暫時都 OK 喎，咁啊繼續試下啦，可能用呢個 program 電腦錄好比較幾好嘅都。其实之前我用另外一个，我比较喜欢用另外一个模拟器嘅，不过但可惜那个模拟器咧，佢又好鬼衰，佢系烂声咯，录下，即系佢啲音乐咧就好似哇迟钝咁样，我整嘢整唔到，嗰个又搞咗我一日，所以我又迟咗一日先录片，系啦，咁啊而家用第二个啦，第二个即系讲真啲模拟器就来去得嗰两个嘅啫，系啊，你睇嚟呢个都几顺喎，几快都，系啊。都打得幾快幾順，啲畫面應該靚過之前咧，我冇記錯。如果我用電話錄製嘅話咧，即係過去嗰陣時咧，啲片咧會爛同有lag機嘅情況嘅，即係人同我講係係啦。咁啊，睇嚟咁樣樣錄啊比較好啲。咁啊，移開個 cursor 啦，都費事遮住啦。咦？點解1:1嘅喂？心细，哎呀，死我手动唔切添，哎，竟然输咗，哎，折堕啦呢铺真系，睇个大安旨意添，平时系赢噶嘛，点解会输一粒噶？哎，自己冇留意，哎，得佢讲嘢，咁所以系啦，咁又蚀咗分啦，冇办法啦，懒嘅情况下。
哎呀，零分就攞唔到嘢，真系，哎，蚀水啊，蚀水啊，蚀水。不过 anyway 啦，算啦，我都系志在试验下呢一次个 program， 系啦，六成点嘅啫，希望大家即系迟啲会继续满意啦。起码俾大家睇嗰阵时唔会咩啦。系啦，咁好啦，咁啊。咁之前咧一路都係有啲抽獎券攞咗啊，又係一路未抽嘅，因為想一路都想拍片嗰時先抽。咁啊，結果都等咗好耐啦。咁啊，講一講聲，睇下啲咩抽先啦。嗱，咁啊，夢球嗰啲咧我就唔抽住噶啦，因為我係會留翻嚟月尾限定嘅。咁啊，唔知新年啦會唔會有啲特別人出啦？咁啊，所以我都係決定等一等佢。而且我覺得即係雖然日本隊呢批卡咧都幾靚，真係。即尤其是件波衫，我真系几中意，真系咁啊！但系球员啲能力值就我觉得即比较 普通咗少少咯。咁啊，所以我就麻麻地想抽佢。咁啊，但系佢既然送咗嗰啲抽奖券嗰啲咧，咁我就会用嘅。咁好啦，咁啊，首先依家咧我就有18张嗰啲R 券。咁啊，另外之后仲有4张就 SR 券，就打呢个货光 event 度攞翻嚟嘅。咁啊，依家今期就會抽曬佢噶啦，咁啊唔知會抽到啲乜嘢啦。好，咁啊，首先咧都係為咗去試試個運氣，我都係抽一抽朋友點嘅，都係會。其實同埋都發覺依個聖誕節嘅。嘅足球場都幾靚，都 OK 嘅，真係。即係發覺佢都幾有氣氛。因為我依家期待緊情人節嗰陣時，佢會好多心心做嗰啲裝飾咧，真係。真係嗱，你萬聖節就整啲 pumpkin 波啦，咁啊，跟住之後就聖誕節就有雪人球啦，係咪先？咁啊，情人節即係嚟緊再下一個，即係應該係情人節咧。如果特別啲嘅 event， 佢會唔會整啲情心心波咁樣咧？真係期待一下先，真係。好啦，咁啊抽 R 券啊，咁啊睇下點抽法先，或者我試下兩抽先啦。還好8張都即係都係抽8張嘅啫，咁啊當8個單抽啦。抽兩嘢，抽兩嘢 R 券，睇下會有咩運氣先。即係話説啦，咁啊小號都有個呢啲咁嘅抽噶嘛。啊，佢又真係非常之好運嘅，真係佢 R 券竟然有 SSR 中到咯。啊，真係吹漲，真係主號咁緊要，佢又唔中喎。咦，睇嚟都 OK 順暢喎，幾好喎。好，咁啊，繼續嚟啦。咦，都係有餐數，但係咦，呢個金色喎，必係 SR 啦。哎呀，斷腳嘅，點解咁低 B 嘅？好，希望有記色。哎呀，真系德仔。咁另外，其實我都有玩國際版嘅，而家都不過都好 hea 咁玩啦。咁我都嚟試下睇下，乜都未抽，我就手抽咗嗰個中學強嘅，跟住之後一路慢慢玩住啲模式草下波先啦。咁啊，跟住睇下嚟緊月尾限定，睇下佢會出啲咩，應該都係拿到嚟嘅咧，應該都係。咁我谂住睇下抽唔抽到拿到嚟，跟住就如果抽到啊，继续玩啦；抽唔到就算放弃。啊，即系讲真啦，日本版呢度都玩到咁上下吓，即系拆技啊嗰啲都好辛苦下噶嘛。咁啊，但系一玩国际版咧，又要由头嚟个，谂起都辛苦嘅，真系头都痛埋。真系狠心嘅嘢，真系。年紀越大啊，真係越嚟越冇啊！好，這個乜背景都冇啦，咁啊唔等啦。
咁好啦，都抽咗幾下單抽啦，咁啊抽一抽 SR 券啦，又抽下一張先啦，因為抽曬啲。都是志在抽下卡嘅啫，嗯，冇閃就唔睇啦。好，抽住兩張，哇！喺新嘅蜘蛛龍門喎，嚇！阿山田兄。喂，看來都沒什麼運，真的。好，那麼回轉頭了，哇，又來多一張，真的，啊，我不太需要你啊。好了，那麼十年抽阿勞券了，那麼試一試看看了，剛剛抽了這麼多都垃圾東西，希望十年抽會有好東西啦。好，來了，一卡有冇好嘢？希望有啦，最希望系有 new， 系啊，即系讲真，我好多张都未中。哇，冇啊冇啊，真系中伏啦中伏啦，又冇 chance， 得三只雀咁少，唉，咦？但系有闪喎，所以啲闪会唔会流嘅咧？嗱，断脚嘅，即系冇啦。哇哦，冇啊！好，仲有四张，一次过抽埋佢。发觉足球小将啲运开始越嚟越低啊！我真系，哇！四张得两三条毛，系啦，三条毛啊！我几惊你杀四张都系 R， 好有技术嘅应该都系系啦。好，咁我抽埋另外嗰两张 SR 券，咁就大功告成啦。咦，原来抽晒啦咩我？咦，哦唔系，系啦。哎呀，抽晒添佢，吓鬼死！咦，有成四隻雀喎，可惜都系冇啊！哇，算罢啦，好 last 一次。哇！哎，真系有 new 啊！好，就有一张。结果系点咧？哦，应该都系孔多吉烧啊！哦，无谓啦，哦，搞掂，哦，又揾晒啲，哇，再 new 啊，哇，再有 new 啊，系啦 ，SR new， 好啦，咁啊，抽晒所有嘢啦，啊，咁啊，其他都唔再抽啦，咁啊，冇运行，冇运行，系啦，咁啊，留翻嗰102个梦球就，即系年尾限定啦。啊！
年尾限定先再抽佢啦。咁啊，大致上系咁啦。咁啊，希望啊，发觉都 OK 喎啊。暂时依家用呢个方法咁啊，不过迟啲应该我都会再用翻晒电话再录嘅，因为始终都方便啲啦。咁啊，而且亦都不过都谂一谂先，睇下点啦。因为 program 嘅嘢真系话唔卖，即系最衰自己手多多就 update 咗嗰个 firmware 啦吓。咁啊。唔緊要，都有第二個方法解決咗啦。終於用咗一個禮拜時間，哇！真係整到我啪啪聲啊！好咁啊，今集就到此為止啦。多謝大家收睇啦，希望大家都支持阿小弟，希望俾個 like 我啦。咁另外我都希望，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追睇我嘅 channel， 希望大家訂閱我嘅頻道 BC Game Channel。咁另外都有 Facebook page 嘅，希望大家都可以追蹤一下啦。好，咁呢集就到此為止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好，拜拜。